大家好，我是林聪明，俊林，福特 ESCO 的总工程师。啊，现在为大家简短的介绍 Ford ESCO 的特色。Ford ESCO 是基于福特全球中型房车的共用平台。这个共用平台除了福特安全的强项跟操控的强项之外，它更在整个平台把它拉伸40毫米，增加了车内的宽敞度，然后舒适度。刚刚有提到福特安全的强项，举例来说，这个前防撞钢梁其实是用铜钢钢材所设计的，当撞击发生的时候，其实它会最佳化的吸收能量跟分散能量在这个溃缩区。那大家也可以注意到的是，整个 V 柱跟底下的横梁都是铜钢或马铁上铁超高强项的钢梁，这个基本上就是当前后撞击的时候，可以保证整个车体还有开门的一个完整性。在台湾这个市场，其实中型房车是最大的一个市场。那在现有的 Focus 其实卖得非常好的情况下，其实我们也听到顾客的声音，在 Focus 的买家他们喜欢动感操控，可是有一群买家喜欢的是就是属于家庭房车的。所以 ESCO 其实定位在所谓在家庭房车需要极大的室内空间或乘坐的舒适性，所以这两个定位其实很完美的，可以我们相信在台湾市场可以除了 Focus 的销量之外， ESCO 可以有加分的效果。详细的动力配备规格内装，我们会在上市之前跟各位媒体分享，谢谢大家。